今天有三种图，刚好三种特性。第一个图的话是折线图，跟时间有关系，所以以后哦跟时间有关系，通常会有折线图。OK 哈、哦。第二个的话呢是比例图哦，跟这个整体的比例，那可能是整体100%哦，那大家区分开啊。所以哦，最后哦，最后还有个地方，请你哦再把那个这个图哦中山区凸显出。啊，怎么凸显？很简单，就是把它炸开。啊，其实为什么叫炸？它英文就是 explore， 就是把它炸开，怎么炸开？先点一下圆形图一下，再点中山区一下，再往外拉一下，这样就炸开了。那你要把它拉回去怎么拉？很简单，一样点两下，一下是点全部，一下是点其中一个区块，再往内拉就可以了。OK 哈，所以大概两个步骤：一全部，二哪个部分，三往外拉。这样就 OK 了，所以哦，请各位把那个中山区给凸显出来吧，哈。好，那最后的话呢，我们就是把路街道哦，再利用枢纽分析表，所以游标放在这个区块，这个区域任何一个储存格，插入枢纽分析表，那范围 O 不 OK？ 范围应该 OK 吧 ？A1 到 H 啊，对 H 栏啊，所以如果像刚刚有同学不 OK， 你可以稍微改一下没关系，或者重选一下也没关系哈，按确定。好，那一样哈、哦，把那个什么呢？把路街道拖拉到列，把路街道拖拉到直。不过你会发现呢、哦，问题出现了，什么问题呢？拖拉之后，这边空白，为什么空白？原因何在？猜猜看，因为我刚刚讲过啊，有没有？因为哈、哦，之前如果做过枢纽分析表，它会暂存资料。像刚刚的比例图有没有？它有暂存一些旧资料，所以如果你假设要更新哦，它不会自动更新，你变得要手动。什么手动？很简单嘛。所以以后看到这种状况，答案很简单，按一下重新整理就好，就这样而已哦。所以可能要熟悉一下，这也没有什么太奇怪的。只是我觉得 Excel 应该是让它自动更新，可是可能它自动更新会太浪费系统资源。所以他想说啊，不然你自己更新 ，OK， 重新整理一下，有没有资料就出来了？好，第一个哈、哦，这个可能要注意啊，因为我发现应该会有很多同学常常会卡在这里。结果老师我做完资料怎么没出现？上面不是有重新整理按一下就好了？这问题就有答案了。好，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，我希望找出最热的，就是切到最多的，所以要排序一样嘛，游标放 B4， 资料里面的 Z 到 A。有没有排序的？最后一个哈，如果我今天希望哈，这总共有几条路啊 ？Ctrl 向下，哇，500，应该20几条吧 ？OK， 那我不要这么多了哈，应该524-3，大概是520吧 ？OK， 也就是520几条道路，那我只要取前10个就好了，画出直条图。那假如我要只取前10个的话，怎么取啊？其实道理一样。上面标签这边有没有？如果你要取前十哦，很简单，你可以看到直筛选里面有没有就有答案的，在哪里呢？看到前10项有没有？而且甚至以后啦，你可以做很多筛选，这个就是筛选条件了哈。OK， 那我们就把前10项点一下，留下前10项就好了。好，那可以看出来哈，治安最差的地方哈，窃盗案件最多的。而且是一枝独秀，破百的只有它，中山北路 ，OK 哈、哦，那为什么中山北路窃盗案件这么多？这个就不是我们，好、哦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自己再追究吧，哈、哦。之前还有一部连续剧，好像就在那边附近拍的，有没有？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几条通之类的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各位知道吗？就是，好，算了，就是有一个。连续还蛮红的啊，那个叫什么我有点忘记了。就有一演那个民国大概90年那时候有什么什么几条通，就是很多日本人他很喜欢去的那个类似有点像酒店的地方吧。好，我们年代有点差距啊、哦，没有关系，好。然后呢，这边的话呢，哈，我们最后绘制出直条图就可以。直条图就是分析里面找到枢纽分析图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绘制直条图就 OK， 按确定。啊，一样的方式哦，你把它拉大一点点，大小大概就是你觉得舒服的大小，然后上面的这个名称改一下。
这个名称改什么比较好呢？我看把它改成叫做这个名称好了，就是窃盗前十名的道路统计图啊。OK 哈，就是前十大就好了。那这个地方，当然未来啊，如果你想说老师，那我要20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你就前20名也可以了哦。然后把它显示出来。那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啊？就是说你将来如果尽量不想要有招小偷的机会的话，那尽量就住在那种相对治安比较好一点的地方，至少就趋吉避凶嘛。你没事去住中山北路干嘛？对不对 ？OK， 说而且它地段蛮好的，但为什么会那么容易招小偷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OK 哈，而且如果你去那边租房子的时候，甚至你还可以跟房东杀价，所以房东你们这边这比较容易招小偷，也会算我便宜一点点。OK 哈。好，那这里的话呢，我们就绘制出这个统计图，那并且把这个图例啊，这个图例好像有点多余，有没有？按 delete。好，这样就 OK 了。所以今天的啊，最后一个，把这个名称有没有一样哦？就是把这个名称拿来这边啊，然后把它的工作表改成叫窃盗前十名的道路统计好了哈。所以最后的话，我们最后得到的就是会有一个原始资料加上什么呢？三个图，一个是叫做窃盗案件的那个数量的，应该算折线图了哈。那这个是比例图，把中山区炸开，然后呢再加上一个直条图。哦，那其中你可以发现哦，哇，这中山区真的是窃盗案件跟其他的比，它就明显突出很大一块。哦，那为什么？其实我也想要知道为什么哦。那跟他可能这边附近比较有关的，可能罗斯福路也其实排在第几个、啊？第五名呢 ？OK， 那为什么哦？其实可能也要去了解一下，是不是因为学生这边附近很多嘛？台大、师大有没有可能住在这附近？可是为什么有窃案哦？这个也许可以再了解一下哈、哦。好，试试看哦。所以今天大概就是把这三个图哈、哦，试着做出来看看。